那完全就是顶光的问题呀、啊，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那个间接的人在那乱讲。大概没想到会立刻有网友说，大概是胖了嘛这类的，说我不喜欢嘛。所以就是那些网友真的是瞎了狗眼了。王冰大 S 幸福肥像徐妈，小 S 罕见发飙，贱嘴酸民瞎了狗眼。我怎么觉得我每次都不是任何活动都在蹭胸部的热度？师弟大 S 跟老公具俊晔话题热乎乎，四号小 S 出席公益记者会，被问到近期贾永杰抛出的大合照，大 S 却被网友形容幸福肥，现场也替姐姐打抱不平。大概没想到会立刻有网友说，大 S 是胖了嘛你这类的，说我不喜欢嘛。所以就是那些网友真的是瞎了狗眼，我在想，就是你们自己难道不会判断这是顶光的问题吗？而且人明明是漂亮的、啊，而且你们去看那一张照片，其他人也没有好看到哪个。可是其实那个我姐每次本人出现的时候，大家都会说好美哦。难道每个女明星要穿得很憋，然后大暴露，然后要脸要多尖，你们才会觉得说天哪，她那个好漂亮，是一个就是很标准的女明星？就觉得看到那个照片。他有看到啊，然后我看了，我就觉得说，很漂亮，然后气氛很温馨，是不是？还是会有一些那个贱嘴的人在那乱讲，那完全就是顶光的问题呀、啊！我就不懂，网友真的是嘴很。我真的发现火气太大，我想回家。不是，因为我就是很不喜欢别人就是随便攻击我的家里、啊、想我的话，我还好。他喜欢。他不会，他就是沉浸在幸福中。就是网上就是有传出大 S 怀孕的那个新闻，会不会觉得很荒谬？超荒谬的啊！怎么可能再生？他生第二胎的时候都已经是用命换来的，他接下来就应该好好就是享受他的人生。所以确定都不会再生？不会啦，生什么生啊？我觉得，而且觉得他现在生活就已经很完整，然后很圆满。但他现在还是没有要出来，那个跟大家见面。他好像没有特别想见的人，他想见的人就都在他身边呐、啊。两个小孩跟狗狗相处的模式，也没有到就是抱来抱去什么，就是他们就是会感觉就是有默默的觉得这个人在家里他们是可以那个接受的吧。那都怎么称呼？好像叫三春，韩文跟叔叔。对，只有徐小三是叫他光头。同步就说可以，或是光头什么什么的，他就是人真的很好。他真的没脾气，真的没脾气。那你怎么弄他？因为你很常弄他。我弄的都是温馨弄啊，又不是攻击弄。最近这一两个月，每次去我就觉得我妈是已经是偏嗨了。之前第一次见面的时候还是有点严肃，然后慢慢就觉得说开始有微笑，然后开始会想聊天，然后到现在都是哎呀，又变成是我姐跟胸部的那个怎样怎样。我个人是已经没有什么热度了。